这不，最近在杭州的太子湾公园，有一位杭州最帅的交警出没了，你见过吗？这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一条微博，还晒出了这位高大帅气、双眼有神交警的图片啊。看起来好像是比我要帅一点啊。经过记者了解呢，这名交警是个90后，名叫徐浩，现在是杭州交警机动大队特勤队的一份子。面对众多慕名而来要求合影的女粉丝们，小徐表示了啊，现在呢还是工作放在第一位。当然，如果见他的话，可能要去太子湾公园。不过见我的话，每天早上见就可以了。